魔龙靠近。来吧，丁龙。少两个呀，那撞点不打吧。这个上野换位的对面。英雄联盟。拜拜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你们正在分化，他们现在该逃命了。AP 龙女很弱，怎么们 AD 龙女很强？这愤怒的双翼，全军出击。AD 龙女有多强 ，AP 就有多弱 ；AP 有多弱 ，AD 就有多强。懂我说的意思不？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：AP 狗都不玩。德玛西亚的敌人必将灭。所以说也不想让大家玩 AP 龙女，他觉得这个打法是一个畸形的打法。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。意到好像战争前的宁静，到恐惧一无不知血取敌人性命，下路把线推过去了，公路也在推线，这酒桶这会只能抓上，妖姬比较灵活满血，他没什么机会抓，没有面对过和我给剑魔拼一下就好，没什么机会抓，这龙女本来抓人六级前能力就不强，所以想抓到人一定要有空，而且一定还得控线才能抓到，这眼刚到期的这肯定是没补眼，不要留人，往前靠一下，一定可以。这波钩子可以，这是个老锤石，感觉这把下路可以投资一下，这把投资一波下路来。想一下出啥呢？直接这个吧。刷野快一点，我到时候要控龙。这把出个三项吧，主要是对面近战多，我不用挺进的话，我也能打到对面。他们现在该逃命了。我要上个塔了。德玛西亚五运必张，
这赌 W， 这血两级 W 是为了 清掉小怪。德玛西亚的敌人，小的野怪刚好两级 W 能清得完。这酒桶还没回家呢，他身上就一个红蛋在。他待会儿要避，等他避就是我们打龙的时候，他不可能一直不回家的。战争前的宁静，直播现在应该要回家了。这妖姬有七，我闻到恐惧。你这是终极汤狗丸。Q 要死了呀！哦，修了头还不走，这古拉格斯，他身上很多钱了，拿了优势得回家消费一下。转换成装备才是真优势，不买装备的优势等于没有，甚至还是劣势，因为对面买完装备了。这个河蟹刷到上半区，打完先锋河蟹又好了，打灵活的阵容就挺近，没那么灵活就出三项，三项伤害更高，但是三项不好留人。有眼吗？好像是有的，你看这样子就是有眼。在阿里感觉要R下来，你这两关上来，阿里冷的还不叫，还不出来，晚了呀！还打我是不是？这鱼刚刚是不是给闪了？闪现了吗？来个人提醒一下我。
那闪的话必须得搞他呀，这个鱼挺上头的。逃命了，他又E了，无逼。跟上把在我们这边的鳄鱼 一毛一样，要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赶紧菜往走，我这就去。差不多得了，不想打了。这酒桶在上半区的，我没买装备。他们没有面对过和我一样的生物。魔龙靠近，先把钱花了，直接三项黑切，有战斗力，有血量，有冷却，有移速。待会再来一个开大加血量，再补个血手，很肉的，伤害又很高，还又灵活，啥都有。他都打起来了，我在可以打这波，先开疾跑这波。他走远了，打都不需要开，追不上再开。哎呀，还有一分半。这龙女 AQ 三项现在就叠满了，现在三层就跟以前五层的效果差不多。这版本三项跟血手都有加强，加上黑切本来就是一个超模装备。愤怒的双翼，加上这龙女的 Q 加强了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版本可以玩的原因。胡闹，闹够了没有？以无父之血取敌人性命，恐惧把龙控一下回家了，直接熬上来，加个速，现在 Q 完之后有加攻速的，你接下来普攻就变快了，而且你普攻的话又会减你 Q 的冷却，你再堆点 冷却，你这个普攻的性价比就很高。所以他这个技能现在 Q 越快就等于 Q 越快啊。开大的情况下它是有撕裂的效果，可以几何叠加的，所以就可以有无限 Q，只要你主 Q 来点冷却就可以了。
他普攻捡的是固定，所以你堆点 CD 把他冷却降低一点，他的固定的性价比就很高。A 一下就死，但是我感觉我 A 不到他，我三项征服者叠满，再挂上 E 打一下就死了。对面亚飞的不会被我杀完一波就挂机了吧？血量转换攻击力再加护盾，待会儿控龙再给我们加双抗，又肉伤害又高。好高的伤害，别送了别送了，有人 TP。 哎呦干嘛，哎哎哎哎，哇搞针对呀，五个人交了所有技能，那我感觉我不亏的呀，大招全给我，闪现全给我，技能全给我，好针对啊，对面狙击是吧，对面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过来，那他们这波打不过的，这技能全开了，可以火龙魂，再把来个喷火龙啊，他们现在该逃命了。怎么会没打过，我杀两个吃了成吨的技能，这勒布朗，勒布朗在干嘛呀，勒布朗
我的血手好像还没满。撕裂死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威力，人越多倍数越高，刚才一个 Q 直接瞬秒，这就是冰龙希瓦纳。血手钱也有了，差点都忘记买了。我开大还有加血呢，开大加血的话有1500的盾，根本死不了嘛。挥动着愤怒的双翼，战争前的宁静。好一波鳄鱼了，W 还咬掉呢，就减速挂上。征服者先叠起来，三下先叠起来，直接开 R 过去，一喷上，直接两个 Q 瞬杀，看到没有 ？Q 二的龙形态的 Q 二是倍数来加的，两个人就 Q 四下，四下下个 Q 又好了。理论上只要对面有两个人站一起，我就可以无限 Q。这伤害挺高的呀，我这护盾瞬间就爆了，这一挂上直接 Q 两下就全死了。他们没有面对过和我一样的生物。能看到锤石的那个骑士是跟谁绑的吗？这能看得出来吗？找了一下没看到。我这就去。看箭头吗？把声音买了。一个二。不可阻挡，不可阻挡，深渊还没买，买的装备全是这个版本属性强的装备，性价比贼高。黑切也打2000多，但他打了3000多，舅舅打了2000多。翡翠轮机乱杀，这版本龙女真的很强，推荐你们去玩一下来。特别打这种近战多、位移少的阵容，因为打近战阵容，只要他打你，你就能打他，所以他打你就等于你打他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是打不过你，就等于他打你就等于在打他自己。
看一下伤害来。阶梯式伤害四万二。再看一下沉伤来。沉伤也是四万，再看一下缓和伤害。缓和了三万六，吃了快十万的伤害啊。